很多人喜欢带着小朋友做运动，哎，足球让小朋友从小开始踢安也是这样哦。到底小朋友踢足球有什么好处啊？其实现在我们全世界全部的小朋友都是在踢足球，包括台湾，现在越来越多的小朋友踢足球。踢足球有什么好处？它可以让你的全身都可以动得起来，而且足球你多踢啊，其实你的大脑会分泌那些多巴胺还是什么，会让你的小朋友更加的聪明，然后会更加的专注在你的课业啦，或者是你的学习上面，都会有很大的帮助。来，教练秀一段吧。对的。OK。